我们今天吃烤肉，搞金明做冷面的。给老爷做两碗。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锅我们都带来的，冷面也做好了。哎呦我太有食欲了，煎点咱们家的小肠。那我去洗杯。太有食欲了，不用背了。烤肉马上开吃，这孩子先吃上冷面了。小烤肉快吃，这小肠煎的太完蛋了。吃肉，就是想吃肉，多吃肉。妈妈，等你录完作品，我给你按。好。好，工作怎么样？你们吃去呢？嗯，正好吃，减肥呢，好吃。以后吃胖不了。